心都憔悴，爱赋予东流的水，生命丰沛抵不过天公不作美，往事回味不过是弹指一挥，日复日往春秋水树我愚昧，你爱着谁，尽徒留几道伤。在这金九银十的季节，我们迎来了国庆、中秋、双节、同庆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漂亮的荷花灯笼，你知道吗？抖音日活已经突破6亿了，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在抖音直播带货？如何抓住短视频的大流量，涨粉、转化、带货呢？现在没有粉丝也可以在抖音做推广，一边涨粉一边高效转化，而且抖音推广按效果付费，宣传一个客户收一个客户的费用，不多花冤枉钱。中小商家想推广商品获得更多客户，可以试试抖音广告，点击左下角链接，让抖音官方营销顾问提供指导吧。做圆灯笼，冰棒棍用清水浸泡一夜，擦干水分，轻轻弯折，放入胶带圈，等冰棒棍完全干透拿出，干透后已经成型了，涂色，用快递盒剪两个圆形，上下粘贴，同样的办法粘贴其他的部分，彩虹色真好看，上下用卡纸粘贴，用针线从中间穿过，灯笼穗子是纸条，完成了。中秋节做款漂亮的古风灯笼吧，这款古风灯笼你们喜欢吗？一起做起来吧，可别再跟我说一看就会，一学就废，会了也没材料这些话了。推荐大家点击左下角的链接去拼多多搜索古风灯笼材料包，5块钱就能买到，特别划算，物超所值。另外还有水果、美食、美妆等各种超级优惠的商品等你来挑选哦。教大家做花瓶灯笼，首先拿出漂亮一点的红包，剪出花瓶的形状，一共需要6个红包，剪出12片，然后依次粘贴起来，再把它匀称的固定在裁切好的矿泉水瓶上，安上提手和流苏，最后再固定上提前准备好的小花花，灯笼就做好了。鸡与鸡，鸡与鸡，爱恋我和你荡秋千，荡到那天外天，看着那牛郎织女相会在那银河边，我和你心相连，幻想在蔚蓝海边，坐着那小船游啊游啊游到爱的彼岸，我和你手牵手来到那幸福沙滩，手欢喜欢喜中国年，祝福的话儿送到你身边，收到红包不要扔，边缘剪掉，每条5毫米割开，瓶子割一半，两头贴上去，剪两条环保袋贴上，再剪个流苏，粘上流苏和提手，很简单吧，一起学起来呀。